哇，干嘛叫人家小跑步？慢慢走不行吗？节目对啊，问人家小跑步了，直接叫人家原地跑步。哇，好好 Q， 配合这首歌，我只看跑步耽误的鼓手来。爵士鼓，是他的才艺，对，他的职业是什么？这个是Indo室内，因为他皮肤感觉白白皙。Indo 啊 ，Indo， 来 Indo， 你卖鼓的，卖鼓，你啊，跳绳运动员，这什么职业？我觉得他老师。哎呦，什么老师？不知道教什么科的、啊、老师就可以。你呢？专柜，专柜。哎呦，专柜，百货公司专柜，保养品，百货公司啊，百货公司专柜。就是看到他的美色。什么美色？因为他漂漂亮亮，很适合。什么美色？那不是美色吗？好，美色。两位觉得？我觉得是体育老师之类的。哦，体育老师，那我决定加入田径队。受伤了，你看啊，膝盖受伤了，我马上缺个鼓手。对啊，为什么录影现场会有痴汉？对，来台北学坏。OK， 你跟他讲这个是百路边摊啊，夜市哦。你看，不是 Indo， 是 Outdoor， 在西门的那个街上，百路边摊。那百路边摊都是跪着在那边卖。没有，把你膝盖怎么这样？来了来了，后面有照片。搏斗，搏斗，哦，一些服饰，这就是不是啊？这就是比如说走廊上旁边一个柜这样，对，窄窄的那种的，哎，不是不是说什么一个铺在地上那种，造型用什么都有卖，帽子什么都有卖，太阳眼镜，对啊，眼镜，还有卖贴纸，可以来找我。哎，这恐龙好可爱哦。对啊，哎呦，有诚意了，只是衣服不对。哎，你卖的东西都很可爱哎。对啊，我好久没布章，卖布章哎，可以绣在外套上面。我康哥最爱布章，真的，你看我全身都布章。对啊，摆摊，对啊，摊，你摆摊摆多久了？差不多蛮没有多久，蛮没有多久是什么意思？你到底要瞒着谁？就是你要瞒着谁？瞒了没多久，我哎不是。你为什么去做路边摊的工作？因为原本是我朋友在那里，然后那里对，讲话很有style。对啊，哪里人？哪里人？哪里？你是哪里？这里啊，这里人。你要这样我也没办法。台北。然后台北。然后就是我他可能去买个东西啊，我就会帮他顾店。然后那个老板就看到我在销售的时候就是蛮会买的，然后他就请我来当员工这样。哦，老板喜欢结果被员工。对，老板喜欢喜欢喜欢的。没有那个，所以去顾啦。去顾的时候也穿这样吗？哦，对，去顾的时候穿这样吗？阿昌。阿昌问重点，平常上班的时候也是穿这样，也是穿这样吗？没有啦，你重金礼聘他帮你打鼓就穿这样啊。而且你们明明就是 rapper 而已，你们是乐队吗？你们缺什么鼓手啊？模糊焦点，模糊焦点。会不会过一阵子他们来了？我们现在变乐队。饶舌乐队，变团长，变团长。不是，就是哎，你这样子，人家对于你会打鼓应该觉得很惊讶，吓一跳，吓死了，吓死，吓死，打鼓啊！吓。啊，你这样练多久？这个？我从小是学管乐团的，管乐啊，这个是你以前吹什么的？什么管？没有吹，管乐不是吗？我也不吹，打击乐，打击乐。你刚刚讲管乐，管乐团里面的打击乐。哦，不会掰哦，没有，有打击乐啊。那你以前是管乐团里面打击乐，就是打那个大鼓啊那些的，大鼓、小鼓、低音鼓很多。OK， 很多鼓。对。是，然后后来就开始爱上这个。对，因为很帅。是，什么是管钟啊？管钟就是很大，然后一根一根的，对，然后去敲那个管子吗？对对对对，敲那个管子。哦，好，各位观众，如果说这样讲，你知道是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你厉害，博学多闻。管钟是一种乐器啊，对，对不对？一支一支的。可是你们以前表演的歌曲走向是哪一种？古典乐。对对对对对。或者民俗音乐，对不对？没有到民俗。没有到民族，就是古典而已。对，就古典。那你怎么会打爵士？因为我就觉得很帅啊，因为就是长得很像花瓶，什么都不会，所以学一个鼓感觉会比较厉害。可是你以前不是已经是那个了吗？打击乐吗？对啊。对啊，所以才要更厉害。因为打击乐你不可能搬一颗大鼓出去外面敲。出去外面敲。你拿麦克风，他屁股这样拿。哎，你在 KTV 都这样唱歌，
刺激。OK， 你有没有男朋友？没。哇，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就瘦瘦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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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昌，你看我们两个都算瘦瘦的。帅。哎，阿昌太帅。不行，最近很辣，不行啊。最近很辣。啊，最近很辣。对。看我干嘛？因为你也瘦瘦，你也瘦瘦的，你也瘦瘦的啊，都瘦瘦，都瘦瘦的。因为我们这边已经没有，我们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我是瘦瘦的，只剩一个，只剩一个，好可怜哦。你看我们这个团体，本来是有三个瘦瘦的，阿布，但是呢，现在变日积月累的啊，累积的什么？你看这两个小王八蛋，这日子过得真好，种种的。哎，那你们的音乐是自己想办法去做，因为他。本身有在跳正统，所以就想说把我们那个 rap 就是唱饶舌的东西，就是融入传统文化，对、嗯、对对对，跟民间信仰做结合这样。所以说你们的曲风等于也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，对，對嗯，对不对？对 对, 對。但我们也不是只有做那一个区块，就是只要是有台语的，我们都有做。对，就是说你们里面有多了这个元素，是是是，是很厉害。你喜不喜欢他们？喜欢哦，你会讲台语吗？爱玩的游戏，哎呦，有跟上哦，会唱会唱，会唱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都要组乐团的嘛，对对对对，我会去跟老板讲一下，老板打，不是这样就可以哦，你打，爱玩的游戏，会唱会唱会唱，谢谢谢谢，我会唱，好。好了，那个如果说需要鼓手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你们俩配他一个，我跟你讲，苦，但他不一定要打现在那种鼓，他可以打电子鼓啊。对，在家里都打电子鼓，对不对？打电子，打电子鼓那种音色调一调，搞不好跟你们的表演就配在一起。吵，而且他穿这样，嘿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或者是，耳色眯眯。你表演都看前面，你不会这样，嘿，没有没有。如果他加入的话，编制可能就他在前面。而且你们不要只是你们 rapper。可以吗？他会那个管中嘛？那你们叫管中，你们唱改唱古典乐吗？还可以，对不对？戏路不一样。我们不要再误人前程。不会变傻。好，来，请坐。谢谢。